妈，我承认我是串串，可以不测基因吗？饭后两小时就可以测试了，老头比我还着急。捎上我干啥？我也是串串，有这么帅的串？万一你查出来也是串，那就太好笑了。嗯？还会有这种事？我仔细看看，你就不太纯。好了，先去打开盒子，激活试纸码，先从六甲开始。这个测试提取唾沫就跟我们做核酸一模一样，太简单了。这是六甲的。发财的也好了。自然风干30分钟之后放回盒子，然后顺丰会上门来取件的。等出结果就需要15个工作日，有点久啊。这个检测能找出我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是谁，也蛮期待的。会不会你爷爷奶奶不是狗是猫？千万别测出我爷爷奶奶是河马，那我才哥一世英名都毁了。快晚上7点了，气温依旧在35度，老头要开电瓶车带才哥去药浴。等好，别动。有点熟了，发财，坐在，坐下去。坐坐。最后，自然还是走过来的。耳朵弄一下，宝宝。发财这个胆小鬼，怎么敢坐电瓶车呢？这个好，这个好吗？那个好。往车。好吗？都是小六家舔。我想上 sky 背的。发财不害怕啊？舒服就不喝这种酒了。你看他买的那一酒是老少就散装的那种。这么夜的天，洗什么澡？你们真是有病。皮肤病好了很多，所以说药浴是真的有用。继续跟着纠结跳操，15分钟后休息一下。妈，你跳得真好，我一直默默看着，你比纠结跳得还要好。